是这个世界有我们很多有缘的众生啊，不管男的女的，其实都挺可爱的。说句老实话，大家都可能生生世世，既然就算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房间里，大家有缘才相聚，是吧？那种缘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有的兄弟姊妹，可能说是兄弟姊妹，说的就是夫妻，哎，说是可能是父母，哎，说是生生世世不知道怎么赚回来的，哎，没问题啊，哎，都是这样的，是吧？真惜缘，惜缘没关系，但是你带着贪嗔痴慢疑怎么惜缘啊？你带着贪嗔痴慢疑，就算是对着你的父母，对着你的兄弟姊妹，对着你最爱的人，你都在要求他，那不叫惜缘，那真的是都在造逆缘。就是你只要你提出要求，你要求你再有控制、征服，或者是爱对所爱的人啊，对亲人朋友，你有要求，你有抱怨。那么都在制造逆缘，都在把那个缘解体，把那个善缘解体转成逆缘，都在转，都在想把那个，你在努力的想把善缘转成逆缘，因为你抱怨，你有各种习气面对那个善缘，当你的亲人，你有缘众生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有各种习气对付他，然后还不愿意改，随心所欲的，你就是你不一样的烟火，我就是这样的，然后呢，把那个善缘最后解体成了逆缘。这不叫惜缘，知道吧？这叫伤害，这叫伤害，伤害所有的缘。但是，修行人是一直所有的缘，不管是情缘，不管是什么缘，一直这个缘解脱，一直这个缘解脱，就是这个缘一定是了，但是缘毕竟空，用佛的空性正见来去解释，所有的缘毕竟空，包括血缘，毕竟空，在空性的基础上，如如不动，准无所得。是吧？我们是一直这些，这个世界的这个身体就是个情缘的产物，就是个缘，我就是个缘起，按这个缘起来成道，起源，按这个父精母血的起源来成道。休息，当我们解脱了再说。但所有的解脱，先从停下心止，先从止，止就是不做梦了。到佛告诉我们三千大千世界是个梦境的时候，停下来，不要再轮回了，就是停下做梦的心。所以佛学有一句话叫不懈鸳鸯不懈歇啊，因为情感是我们做梦的最容易最留恋的梦境，因为我们来自于父母情欲，所以最留恋的就是美丽的爱情，最留恋的最舍不得的情就是爱情，就是那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或者是与相爱的人在一起那种情啊，美梦啊，是吧？美梦就不愿醒来嘛，是吧？这是梦境啊。三千大不懈鸳鸯不懈歇是啥意思？做神两个人美如像神仙眷侣呀、啊，还有鸳鸯啊，永恒啊，有点近似于灵性伴侣呀、啊，什么灵魂伴侣，终生死不渝呀、啊。鸳鸯不懈鸳鸯不懈歇，这是修行人的口头禅啊。是吧？但是这句话是告诉你，这种永恒的梦境，即使它很美，像神仙眷侣一样，像鸳鸯一样，总有分离的一天，总有离别，总有生死，总有，因为它是个梦，总有无常，所以它是无常的，没有永恒的这种东西。就算鸳鸯，它也有死的那只先死的；就算神仙眷侣，也有堕落轮回的一天，也有借了恶语相向的一天，也有吵架的时候，也有崩溃的时候，也有移情别恋的时候。神仙啊，也是啊，神仙还有情啊。人非草木，神仙也有情，有情他就有移情别恋的可能，是吧？看他的诱惑够不够大，是不是？所以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先停下不做梦，先停下不做梦，先，然后让自己醒来。这是我们修道里边心很大的一个渴望，一个肥皂泡一样的渴望。如果没有品尝过这个肥皂泡的，还没破裂的时候，我们很好奇，很想冲进去，就像围城里边说的，城外的墙外的人想进去，进去的人想出来的那种。等你进去了，有点后悔，出不来了，出来了，又觉得孤单，
进去了又觉得麻烦，一直是这样子，没完没了，永无止境。只有很智慧的人才会停下来。停下来了，当你现在假如是两个人结婚了，已经或者自己谈恋爱，那继续啊，也没问题啊。但是你知道，了了分明，知道那就是个梦，所以你就不会对那份感情提出多大的要求，你就不会在那份感情里边受伤害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你不要求，人家也在要求你，所以挺麻烦的。如果对方不修行，不再要求你啊，是吧？那你就觉得，哎呀，不堪重负啊！你不要求了，还有人在要求你啊，是吧？所以也是挺麻烦，挺难。你说怎么解决啊？老师怎么解？我也不知道。挺累的，反正很多事情就没有解决的好方法，哪有，是吧？就好多事情真的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很难搞圆满。结婚好不结婚好，谁知道？说结婚能成道，不结婚能成道，谁知道？看你那一刻想啥呢，是吧？各有利弊嘛，是吧？但是我。肯定的一句，你停下造梦的心，肯定能成道。至于你结不结婚，那是随你，看缘分喽，是吧？你实在想结就结呗，你不想结就不结呗。你有所爱的，两个人就说哎，没有你活不了；那个也说没有你活不了，那就结呗。两个人撑着往前走吧，你主我也，因为没他活不了，他的拄着他就像拐杖一样，他也想拄着他，没他活不了，两个拄着两个拐杖往前走呗，你拄着我拄着你们，支撑着往前走呗，是吧？或者是有很多缘要聊，那就结呗，或者你妈让你结，那为了满他妈个月，那就结呗。或者实在是孤单，一个人过得哎了无生趣的，也没开悟，没成道，这修行之路漫长，又寒冷湿冷，那就结呗。就是那样，如果自己一个人跟说哎挺好的，那就不结呗，也没什么，真的。嗯，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心有没有还在造梦，结不结真的不重要。渴望在情感里边有所得，有所得，你想得什么？问问，你是得名得利？你说不是的，我这么圣洁，怎么会看那些物质层面东西？我是要他的心，告诉你没有，诸位真的是没有心，哪有啊？懂吧？他不知道心在哪里呢，就是乱冒念头，知道吧？自己都控制不住，这是真理，懂吧？他的心，是吧？没有。你说那没有，为什么我的心疼呢？我的心就在那儿，他就不在那儿，你那叫执着，知道吧？你钻牛角尖了，是吧？你一不小心被借物截肢转了。被见闻觉知转了，是吧？只要你说你一定要做什么，你肯定你陷到苦海里了。你一定要，你肯定苦不堪言。你慢慢走吧。有时候我们陷进去也没关系，有的人陷进就陷进去了，也不要老抱怨自己，一直这份情感解脱出来，如如不动，从苦海解脱出来。你喜欢苦吗？不是，喜欢。被陷嘛，喜欢苦海里边那也挺好。就像吸毒人，有的人吸毒就是喜欢那个。其实有时候我也喜欢喝苦咖啡，为什么？喜欢苦呗，是吧？有的人也是喜欢苦的感觉，在情感里很苦，就是那样。就是在情感里好像苦一下，自己就觉得自己活着。不苦就感觉不到了，苦习惯了，在情感里苦了好久，然后苦成瘾了。看清楚梦境，才能惜缘，才能珍惜缘分。看清楚梦境，你才能在未来的很多人事物里边很轻松的就是去做一些事，也才能真正的算是惜缘。你才真的懂爱，
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，你也会懂得去宽容、慈悲，然后呢，不再要求，没有，不会基于那个人任何要求，会让他，你会让你这份爱成为他的翅膀，或者成为他的助缘，而不是成为他的压，山一样的压力。你爱他，他不爱你，这不忘恩负义吗？你为他做了那么多，是不是？他如果不爱你，这不有问题吗？那家伙是个冷血，是吧？成了他的负担。如果你真的懂爱的话，如果你爱谁，那别人真的是啊，美到天上了，因为你从不要求，你只是不断的付出跟帮助，连付出也没有，因为你爱嘛，那为你的爱做嘛，那又不是为那个人做，是为你自己的爱在做，好吗？那才对得起自己啊。你从来不会为爱做什么事的，只是为你的爱要求。如果你爱谁，那就不是为他做，或者为这个世界做。你爱这个世界，为这个世界做事，那对得起自己呀，那才叫对自己好啊！为自己的爱做所有一切，从不要求，也不懂得，也不会要求回报，没有回报，有什么回报？无所得嘛，佛说，你也不会失去什么，何必呢？那个时候，你的爱是不是永恒了？那人世界的婚姻啊，跟谁结婚啊，那只不过是个缘起，那只是一个了缘的一个视线，是一个法，就是视线的一个相而已。它跟你的爱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可以爱全世界，爱每一粒微尘都可以啊。你不会在爱中受伤的。视线，如果这个视线只是个缘嘛，缘聚了，结婚了，缘散了，没缘了，分开了，缘起缘灭啊，这是个无常的东西啊。但爱一直在这里啊，缘起那一刻也在，缘灭那一刻也在啊，从不因为这个世界影响你啊。不是说你嫁给谁了就不爱全世界了，还是爱全世界的，那个才懂爱啊，剩下的都不是。你只要在爱里边有要求、有占有、有控制、有矫情、有觉得自己不被爱呀、啊、不被呵护啊、自己别人冷血啊，一大堆抱怨的事，或者有得失感、得不到啊，或者失去感，你只要有这些，你都在造梦，你都在梦境里，就陷在一些梦境里，病态的梦境里，而且不断的在每起一个念头都在造梦，在里边，你要想成道。刹那之间停下来，如如不动，一直在，连一丝的动都不可能有，一丝的粘着跟着想都不能升起。然后这一块晴天就开始清净啊，欲海的浑浊就开始清净啊。你的欲海是浑浊的，你的欲海就开始就像那水一样开始清澈，整个欲海开始清澈，晴天就开始像晴，万里无云啊，这两边就唰就打开了。然后开始自在了，然后你的脚就离开地了，地球就吸引不住你了，那叫自在，真的很美的，这个不，这个很容易做的。你们都大家，尤其现在80后啊、90后啊、这20后啊，这大家都是挑战自我的这些，甚至70后、60后、60后这些都很厉害的这。都挑战自我的，挑战一次嘛，试试呗。比登喜马拉雅山，你看，登珠穆朗玛峰啊，路上很多雪崩啊，什么很危险的，这个都没危险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在房间里搞定，停下来造梦，我就不信3个小时我停不下这个造梦的心，停下来，哎，突然解脱了，从地球上，你看看。马上就是定力呀、神通啊，都有啊，刹那就来了，不用你坐在那儿再修3个小时、8个小时说，我用啥法门能得定啊？不用问这些问题了，那太厉害了，真的是。这个对我们影响真的是，它不是影响，它是让你的欲海跟清净浑浊，而一浑浊你就昏头了，就开始做梦了，就这样。但是这个是本能的一个反应，这是最难的。好像就是在本能的最难的，因为有它能牵引你的觉受，它让你六根无阻，
六神无主，它能牵引你的六根。但是如果一旦你对佛的知见能够了了分明的话，唰就清理了，有什么难的？自己的身体还自己不做主，是吧？那不就你的六根吗？那你自己做主哎。如如不动，安住在那，我就不信3个小时停不下了，我就不做梦。当然你就是个梦，但是我先不做那个梦，不先攀援的做梦，是吧？我先停，先净化一下。欲海一清净啊，就是我们的生灵，欲海一白，在气脉上就视现在子宫啊，就是男的就前列腺这个地方，这一块的水大一清净，你甚至会感觉到真的是那个海底轮澄清啊。那个时候海底轮澄清的时候，没有海底了，就是你已经在涌上了，所以你脚会离地嘛，它会这块一澄清，你会发现你没烦恼，你平时矫情的那些烦恼一个也想不起来了，粗重的烦恼不生，但是情牵的执着还在，遇到情的时候一情缘一触，你这一块还要转，这一块如果万里无云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自在了。就是我告诉你，病在这里，什么在这里，你在那里，云在晴天，水在瓶，就是什么都在，但是你在那里，不影响的，就是乌云遮不住虚空的宁静那种感觉，就这一块要清净，然后欲海先清净，先没有烦恼，你不会今天觉得烦，明天天阴了，后天阴，那是欲海浑浊，欲海一清净，这边就清净，但是欲海要清净啊。先修吧，有很多种方法的，先修吧。对大部分来说，先停下来，先停行家，就是红衣生活，比如闭关啊，这些都可以的，可以正得的，或者修耳，你们从一根修耳根，它欲海属于生根嘛，这个从耳根修，从眼根修，从。其实永远是从六根修的，你也不可能是从一根修。比如你白天在生活里边，你皆为觉知到的一切被尽转，这是从眼根、鼻根、嘴根、耳根一起修了嘛？所有的当你修止的时候，不要舍慈悲，对这个世界就是说啊，你牛逼了，你自在了，你可以停下做梦了。众生还在梦里边，看见做梦的众生，我看也不看，就是慈悲心不圆满啊，不够。要去当造梦的众生，以及还在做梦的众生，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七成下丹前，然后慢慢的跟他说话，慢慢的，因为做梦的众生做梦的时候怕惊吓，要用柔软语、爱语跟他说话，然后告诉他，哎，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方法，就是离开梦境的时候那种自在呀、啊，就更伟大，对啊。大家一起修嘛，一起修啊，可以帮助，就是大家都是师兄弟们嘛，互相帮助啊。有的时候他的梦境深一点，他带着病痛，他就一下醒不来嘛。有的梦境浅一点就醒得快嘛。梦境浅的帮助那个深的，哎，那个慢慢的大家一起往出走，知道吗？但是大家都，你不要被他拉着，也就又进入梦境了。也要觉醒这一点啊，但是不是梦境，并不是一个说多恐怖的、多恐怖的事，做梦也没问题啊。大菩萨都是进入情牵欲海去别人梦境中就度众生的，但是他是带着正直见去进入他的，他带着正直见，他在他的梦里边不迷的，他就是在梦里迷失啊，一做梦就迷了，是吧？偶然清醒几秒钟又不行。所以没力嘛，梦里边没力嘛，死不出来。有幻境他真是。我们总是可怜自己，甚至有的就像美女啊，帅哥站在镜子前一说，咦，我这么美呀、啊，我不做梦是不是可惜了这辈子？好像我这张脸长得就是为做梦生的。是啊，然后。啪一个自拍发到微信圈上，这边再照一下，这边再照一下，然后咦，看多美啊！全世界都不喜欢我，我也心中有梦，我也喜欢自己，这个也没什么，是吧？哎，只是就是累嘛。
天下做梦的心，即使你谈恋爱，你也没幻想，但是也不会实际，也不是说什么都是实际，你没有那多幻想。就算你谈恋爱，大家谈，但也既不消极。你天下做梦的心的时候，你心很清静，这个人知道吧？他心清静的时候，他就是谈恋爱，他很干净，真的是，哎，没有太多的谈着什么一嫉妒、嗔恨、抱怨这些东西。你做啥你就做啥，也不会误解，也不会说沟通不了，就很简单，生命变得简单多了。反正不就是结婚一件事嘛，你要愿意结就结呗，就谈恋爱呗。要不谈不结，那你准备干啥，是吧？那是说他孤独，孤独陪他一段时间。就没有那么多邪恶啊，什么这些东西产生，没有什么邪淫这些东西产生。你这儿清净了，全清净了，有什么邪？是吧？大家就是生命里边的一个道理嘛，都可以。但是自己水土浑浊，才有五浊恶世。自己下边浑浊，上边浑浊，然后一片雾霾。你还指望自己是正因啊？还指望自己能不昏头啊？还指望自己能不造梦啊？先停下来，停下来修行，休息休息，然后把这净化完了，然后再去入住这梦境去。